出来了，什么？好了，准备抓，准备抓。以后用这一段影片，记得要把准备抓的这个。我觉得后面人要说 I know, I know。一个，等一下准备拿袋子好不好？袋子要拿来先抓。等他爬出去就开始抓。好可爱哦！真的，这个值得录啊。好，要帮我拿过来。弟弟来看吧。你不觉得这个很值得吗？超值得，直接丢进去。对啊，你们都没有看过吧？这些都可以抓了吧？全部只要爬出来，只要爬出这个荧幕都可以抓，那边就可以抓。那边没有围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会。我看着他，我看后面那一段。好可爱，好像抓。近几年来就是他，尤其是今天是这一次是最多的这一次，哎，八十几只。那、啊、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开始？这就1997年开始。哎、啊，前几年的那个成效是怎样？成效大概就是十几只，大概十几只或一二，最多就二十几只。哎，就是这啊，近五年来就比较多了，就是会有十几只到二十几只。前几年大概只是有发现，但是还没有看到有点浮出来，就是1997年。这是海龟那个新生海龟的观测。对，它是一个，它跟我们拿一个计划叫做海龟通报系，哎，海龟通报系统。啊，这次发现是几只？83只。像就全部抓进去，全部抓进去，对。哎、欸，他们要钻到后面去了。关于这边，我顶出去了，后面有一个石头那里。OK 啦 ，OK 啦，他们会绕。这个画面等一下再传到罗莎那边去。罗莎跟大侠。对。哭死！哇！超像蟑螂。哇，好可爱。